想来个脱序演出，可以吗？我曾经问过博弈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可以看得到的话，你最想看到什么？他告诉我，他最想看到的是星星，因为他说星星的光太微弱了，没有办法到他的眼睛。但是即便那么微弱，他相信每一个星星都有他守护的一个梦想。所以导播，可以请你把灯关掉吗？然后可以请现场的朋友挥动你们手边的。博弈，你看到了吗？有。但是我们台上还有一些完全看不到光觉的视障乐手们，你们喜欢他们吗？你们要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感觉到你们喜欢他们呢？谢谢博弈，我不知道你此刻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。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祝福，谢谢大家。其实很多人都很害怕黑暗，大家都觉得说在有阳光的地方，你们可以看见眼前很多很多的事物。但是其实有时候呢，我们当黑暗来临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可以看见离我们更远更远的，那就是星星。可是我看不见，但是今天呢，我看见好多好多好多颗的星星在为我们祝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那承诺不知道有没有看见呢？可以给我们台上灯光了吗？谢谢谢谢导播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大家。忘记承诺。我在叫他的过程中呢，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话，因为他太害羞了，但是他都用音乐跟我沟通。承诺，你看见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你是